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坐，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二舍离成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足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重中尊。二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足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重中尊。二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足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重中尊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992页，第五行看起，第五行看起，经文：顶礼之见，护见阿弥陀佛。容颜广大，色相端严，如黄金山，高出一切诸世界上。前面我们学习到此地，请看注解。护见，护见者。表感应神速，顶礼未必极见眼见极乐教主，并耳闻十方如来赞叹弥陀，会所人盖夫徒无定向，净慧因心，譬如诸天供宝器色，随其福德，凡色有意。会所里面举出的感应，感应不可思议，语言具足了，不定什么时候它就现前。我们同学在家出家，我相信每个人都有经验，感应不思议的经验。这个地方所说的，释迦牟尼佛讲的，当时讲习，讲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大家心里面都想见到极乐世界，见到阿弥陀佛。就在这个时候，语言成熟了。成熟什么意思？什么叫成熟？
一念，没有第二念，没有杂念，没有妄想，这叫愿成熟。啊，所以我们切身经验当中有这桩事情，但是都是好像在无意当中突然见到了，想见的见不到，那是什么原因？那是妄想。佛法里头教导我们最重要的一句话，就是用真心，不能用妄心。学佛用真诚心，生活用真诚心，待世界人皆无，待人皆无，无处不用真心，无时不用真心，感应就会很多，很容易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我们的心呢是妄心，阿赖耶识啊，也就是妄想多，杂念多啊，想见佛，这个想见里头还夹杂着杂念，夹杂着妄想，所以就没有感应。啊，同在此时此处，有人忽然有感应。感应怎么来的？这里面必定有一两个人心地清净，心想见佛，心想见极乐世界，忽然现前。啊，到惊讶的时候，这个现象就失掉了，就没有了。这样的事情在同修当中常有啊。那我们就能想体会到释迦牟尼佛当时讲这部经，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，阿难有这个念头，想见阿弥陀佛，想见西方世界，忽然就见到了。啊，这个事情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慧素说得好，跟我们讲，徒无定向，净慧在心，这把条件说出来。阿难求见，为什么就能见？阿难的心清净，与会大众的心清净，清净心感净土。如果还有杂念有妄想，心不清净，不清净的心现的是我们现前的境界。啊，所以慧素说得好啊，图我们可以把它解释为外在的物质现象，
土包含这一切，没有定向。心净见净土，心慧就见慧土，就这么回事情。所以说净慧因现呢，譬如诸天共包其实，随其福德了，凡事有益。这举个例子啊，诸天多半都是讲欲界天，欲界有六层天啊，从我们往上去是四王天，四大天王。他们居住的所在，四王天上去逃离天啊，逃离天中国人讲的玉皇大帝，一般人讲天呢，多半都是讲的逃离天啊，再往上去夜摩天、斗率天、他化天，这化落天的他化天，欲界六层，六层上面四禅啊，四禅天啊，四禅细分有十八层啊，初禅、二禅、三禅都是三层天，第四禅有九层天，再往上去无色界四天，无色界四天再往上去就脱离六道轮回了啊，我们居六道轮回的边界很远呢啊，六道里头的人道啊，欲界天下面人道，阿修罗道啊，再往下去那就是业障很重的了，鬼道、地狱道啊，畜生道，这叫三恶道啊，人天修罗是三善道啊，局诸天从夜摩天逃离天，这是最平常的啊，欲界诸天在一起吃东西，餐具都是重宝所成的，这叫宝器。我们讲七宝，金银琉璃、车具玛瑙啊，这一类的啊，但是他们共一个共同用的餐具，里面所盛的饮食，每个人到那去吃，味道并不一样。为什么？个人的福德不相同。大福德的人饭食非常美好，少福德的人饭食就差很多啊。福德是因的，
凡事有意是果报啊。不是人有意的，是自己感应现前。三恶道、魔鬼道、地狱道，也是感应现前。尤其是地狱道，地狱多啊，不止十八层的啊，每一层都数不尽。为什么有这么多？个人所造的罪业不一样。是自己业力变现出来的，起心动念就造业，凡夫不是善业就是恶业，起心动念是念头，有善恶，出言。言语，言语有善恶，身现，身体的造作，所以每个人的业报不一样，决定不是一种。人身体的健康、疾病，都是感应现前。佛经常说不可思议啊，所以他没有定向，净慧因现，一点。都不假啊，所以业我也心也不是真的，真心不生不灭。大乘经里面讲清心发生，有没有？有，人人都有。那是真正的自己，有没有现象？没有现象，能现一切相，就像做梦一样。我们每个人都有做梦的经验，梦醒了回头想一想刚才说的梦，梦中现象从哪来的，不知道啊。醒过来的时候梦中境界不见了，到哪里去了也不知道啊。其实我们如果明心见性了，那叫大彻大悟，睡觉醒过来的是小悟，还记得梦中的事情啊。大彻大悟之后你醒过来了，这醒过来是从六道轮回醒过来的，醒过来之后六道轮回不见了，你看到是什么世界，这个世界不见了，
是一场梦不现，所现的境界是阿罗汉所见到的宝土啊，跟我们这里不一样啊。诸天每一层天的境界各个不相同啊，如果细说的是，是每个人都不相同；再细说的是，念念不相同。总而言之，一句话，它不是真的，假的。啊，只有一真法界，永恒不变。什么时候见到？不用妄心的，用的都是真心，不用妄心。六道轮回境界没有了，四圣法界现前了，声闻法界、圆觉法界、菩萨法界、佛法界。这些现象啊，记住佛在大乘经上告诉我们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包括诸佛的刹土，都不是人。真的有没有？有，大彻大悟的人见到了，就像六祖慧能大师所说的，真的，真的是清净心，清净到基础。一个念头都没有，为什么？念头是妄念，妄念没有了，真心现前，真心清净，没有染污，没有波动的现象，没有染污的现象。它什么现象呢？经上举个比喻，一片光明叫大光明相，佛用这个来给我们解释啊，大光明相，光里头有没有变化？有，那是自性随缘啊，真如本性，没有相，能现一切相。能现啊，所现的相是生灭的，能现的心不生不灭。净宗经典里面说的好啊，称它做常寂光，常不生不灭，寂清净不染，没有念头，光大光明藏。啊，我们再看注解，再往下看，业垢蔽心，
则金融同会土。这是我们凡夫，我们凡夫是业口，善业是假的，恶业也是假的。只要你有业，真心就不能现前，迷了。用我们现在的话说，变成六道轮回啊，变成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空间，金融是佛的面孔，慧慧是形容我们，我们本来是佛，就是因为有业垢，障碍了本性。这个地方心，心就是自信，这是真心。所以，这是缘呢。我们本来跟阿弥陀佛一样，居住的环境就是极乐世界啊，所见的人物都是诸佛菩萨啊，只因为业垢把我们的心障碍了，所以变成眼前的境界。下面讲坐直安地，在瓦砾化宝玉，这是释迦牟尼佛当年讲经的时候讲到佛的境界。佛给我们，我们肉眼看到跟我们差不多，而实际上呢，实际上不是，说这佛住暴徒，暴徒在哪里呢？啊，佛是盘腿坐在那边的，他就下足，脚底落地，这个大地啊，忽然变成极乐世界一样。啊，地面上不是泥土，是什么？宝玉。树木花草皆是七宝所成，像佛给我们介绍极乐世界那个样子。佛这个视线给大家看，佛住的世界我们看起来跟我们一样，但是佛看到我们跟他一样，只是我们自己迷惑。一切法从心向生，大乘经里头佛常说，真的不是假的，啊，其身土令之然哉，是指西方非有，
迷信为歌。西方极乐世界在哪里？很近，一念觉就见到了，一念迷就不见了。往西方去找，怎么找也找不到。空间无限，找不到边缘的啊！找到边缘，你也没看见。为什么？新鲜的、识变的，诸佛刹土是新鲜。我们所知住的这个刹土，六道轮回是识变的。十，阿赖耶识，八十，能变的，世界所变。啊，如果我们转十成智，转八十成四智，极乐世界就现前。一切诸佛刹土我们都看到了，真的是无量无边。为什么有这么多也许无量劫来都在造业，起心动念造业，言语造业，身体动作造业，从早到晚不知不觉，我们没有感觉到，而这些业习种子储藏在阿赖耶识里头，所以阿赖耶叫藏识。啊，藏就是藏，仓库。无世界以前，无量界以后，业习种子全在里面，像档案室一样。遇到缘，它就现现，它就起作用。西方世界，我们也是迷心未革。阿难今天不迷，对佛所讲的能信，一丝毫怀疑都没有，所以他不迷。他发一念求见，我希望见到极乐世界，见到阿弥陀佛，佛就现身，让他见到。就像释迦牟尼佛叫指岸地，本是释迦如来的宝土，我们看到若能一念归真，这一念归真四个字重要。在往生净土，以何根念于是在乎？于是乎，时间、空间都不存在了。当下了，你就见到了。啊，你所见到的一定跟佛在经上所说的没有两样。
那么由此可知，佛所说的句句是真话。没有一个字是欺骗我们的。所以声明心经途径之旨，最重要的心经啊，心经则佛途径，我们的心清净就见到净土，我们见不到净土，我的心不清净。这一桩事实真相一定要知道啊！知道之后努力修清净心啊，要把这个世间的一切事，好事坏事、恶事善事，通通放下，不要放在心上，就对了。为什么？假的，好事是假的，坏事也是假的。自信清净心中本来没有啊，我们自己做障碍，错了啊！净明心中净云，佛以足之安地，此土等先净察。这个佛是本师释迦牟尼佛，他表演给大家看。他说他住在净土，大家不相信，你跟我们一样啊。佛就放下坐的姿态站起来，啊，足趾按到地面，这个大地豁然就现包头清净。哦，我们看到佛住包头，叫十宝庄严土，都是大彻大悟、明心见性的化身菩萨修行的道场。他们住净刹，净刹秽土，没有娘娘。啊，试问外面的土有没有净秽？没有。净秽都不是真的，从哪来？心现的，心清净就现净察，心染污就见秽察，就这么回事情。又首楞严经，如我安之，海印发光，慈之发光，非因受阻啊。手足是佛说法，动作啊，是教学的方便，
发光是什么发光？这个光是心性、心生啊，真实真诚到基础，这个心所现。让我们看到了，阿难见佛，只应于归真之一念。你看，佛把极乐世界显现出来。见土，阿弥陀佛让他见到珍宝，极乐世界的一宝珍宝，他全见到了。啊，什么原因？记住，一念。这个时候，心无二念。这一念是什么？阿弥陀佛，就这一念。一念之外，我无别念，这是真念。所以，今天科学家告诉我们，物质世界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从哪里来的？从心想生。啊，也就是物质是念头变现出来的，3000年前佛在经上这么说的，今天量子力学家告诉我们也是这么说的，把物质把它分解，分解到最后是什么？空了，没有了，才晓得物质是假的。它怎么形成的呢？念头形成的。这量子力学家看到的啊，物质的形成是意念，没有意念就没有物质，还有意念在这个高频率之下变成物质，唯一种子，佛法的名词叫极微色，极微之微啊，物质从哪里来？从心想生。所以佛在大乘经上常说，整个宇宙六根能接触到的六尘，眼耳鼻舌身意六根，色声香味触法六尘，六根六尘都是念头生的，起心动念它就有，不起心不动念它就没有。啊，我们起心动念，这个心极其微细，你看一弹指32亿8000年，这么高的频率，这样微细的东西，我们的六根都觉察不到，它速度之快啊，所以这个世界谁造的？念头造的，
我造的我享受，你造的你享受，过人造过人受。啊，佛大慈大悲，佛造了极乐世界，叫我们去享受。只有这一门，只有这一法，八万四千法门里头没有。啊，这是阿弥陀佛无尽的慈悲。啊，究竟的慈悲，圆满的慈悲，帮助我们苦难众生啊。只要你相信，只要你发愿求愿往生，但是要求的是一念，就是说你的真心，你的求生里头不加杂妄想杂念，跟佛就相应。我们深信不疑，我们一心求愿往生，但是这个愿心里头、信心里头都有夹杂，麻烦在这里。我们想归真，不是一念的，多念的，不相应。啊，道理搞清楚之后，我们明白了，哦，要一念，跟佛菩萨就有感应；二念、三念，跟六道轮回感应，那差多远？我们今天躲在轮回里头，出不去了。啊，所以今天佛在示现，啊，佛在暗指海印王光，这个放光不是从手足来的。阿难见佛只因于归真一念，这归真一念重要，念佛时示现念佛，见佛是事先见佛，只是一心，这一心就是真如本心啊，我心佛心是一不是二，正如经上所说的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，跟我共同一法身，这真话不是假话。本来没有毫厘许间隔，现在妄想杂念还在加上造业，障碍重重。啊，故所云何根念？于是乎，只是一念，无去来尽。这说时间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三世时间。啊，是故阿难念佛礼佛极解弥陀，怎么见的？
一心间，故行者临终若能一念归真，一彼当下见佛，蒙佛接引，往生极乐。这句话重要。行者是我们，我们修净土的人，求往生的人，那这几句话很重要。要什么？要能一念归真，只有这一念，往生极乐世界，见阿弥陀佛。除这一念之外，没有第二念。真能到这个境界，你跟阿难一样，一定当下见佛。佛会带你去，像海鲜老和尚。他是一念归真，念念归真，112岁，念佛92年，念念都是一念归真。换一句话说，他见佛太容易。见极乐世界太容易了，他有没有见到？他告诉别人多次见到，我们相信他不是妄语啊，他符合这个条件嘛。那为什么留在这世间这么久呢？来表法的，利益众生，阿弥陀佛嘱咐他的，多住十几年，给佛门弟子做个榜样，给修净土的人做个好样子。他注视这个，做得很好，我们都知道了，都向他学习了，他老人家功德圆满走了。啊，说何有余念于时间之间隔？啊，没有杂念，没有妄想，时间空间都是假的，都不是真的。眼面貌广大如观无量寿佛经里面所说的，佛身高60万亿，恒河沙数穴，这些我们呢无法想象。佛身高多高？60万亿恒河沙游行，一游行，印度游行有大中小，大游行80里，中游行60里，小游行40里，啊，40里夜游行啊，我们仰着头望天呢，
六十万亿恒河沙游行的。恒河一粒沙是一个游行，恒河有多少沙数不清，还要加上六十万亿。我们怎么能见到？见不到，但是会见到。为什么能见到？佛的身相高大，我们自己的身相也高大，跟佛差不多，就见到了。这都是不可思议的境界。眉间不好，右旋婉转，如无须弥山，无作须弥山。这是眉间不好啊。佛眼如四大海水啊，像太平洋、大西洋一样，用这些来形容啊，佛的相好庄严啊。观经说，无量寿佛有八万四千相，一一相中各有八万四千随行好，一一好中佛有八万四千光明。黄金山观经里面说的，无量寿佛身如百千万亿夜摩天阎浮檀净色，佛以身现巍巍如山，故人如黄金山也。如上之报身庄严，虽非阿难即国位以下之会中所能觐见，但以上两土如来威神驾彼，以甚方便随其根系，个个能见。这一句话重要，这是我们见都见不到的，就在面前也见不到，怎么会被人见到啊？那就是阿弥陀佛加持，释迦牟尼佛加持，无比殊胜的方便，加持这些众生，让他们有这种缘分见到了。啊，见到的时间不长，见到毕竟是见到啊。阿难也见到佛了，像经上所说的，释迦牟尼佛讲的，如黄金山高出一切世界上，我们读这一经文最重要的真相，决定不能怀疑。净土宗条件就是三个，三种，一个是信，一个是愿，一个是念佛。真信真愿念佛不中断，真想到极乐世界，佛号从早到晚就不能中断，像海鲜老和尚一样，不必出声，心里头默念一句接着一句，念到一心
感应一切。啊，阿难与大众所以求的感得到的感应，我们也有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